光速跑杀与无限必杀的绝技大碰撞。 特种跟这个PT90啊，两位民间大神再一次碰撞，火星撞地球，打得非常精彩啊！非常对决，一开局就先摆开架势啊，先蓄力。特种这边也是慢慢的来靠近，来呀，抱一抱。现在呢，PT90应该是有恃无恐的，哎呦，这不太近了哈、啊！好，升龙一个，一个砍柴手。 再捅，嘿，有恃无恐，来直接天地霸王拳，就直接秒了，很帅气哈！一旦残血，你不要轻易过去哈，你也不能不过去啊！好 ，AB 赌中，爆一个，帅一个，下盘，嗯，闻一下味道，胯下之尺啊！990看看能不能。 再来一次爆头，有气了！哎，这一波近身，好，再一次砍中，哎，什么鬼？又来，又残血，这波要逼死，逼不死就完蛋了。完了，拉开距离，好，闪身过来，好，再一次拉开距离，再来发波，大饼伺候。哎呀呀呀，可惜啊，人家有气哈、啊，还是困不住。 好，快倒一个光速跑杀 ，nice 啊！还想砍？好 ，AB 再一次躲中，爆一个，摔下去！来，不要让我见红，哎，见红了，机会来了！这下克总还没气，完了要被困毙！哎，你过不来了，兄弟，对，拉好距离。 哦吼，这下呢，哦呀，真惊险呢、啊，不错哈，拿下了第一局，好，点赞接着看。单挑的话，说真的哈，这个克拉克还是有一定的弱点的，不太好打，压不住对手。好 ，AB 抓一个。 哎，小兄弟，嗯，再来夹一个味道。哎呀，别老是升龙，又再一次见红，好死！这次是一点机会也不给了啊！ 好，老弟，漂亮，升龙不动，后果有点小严重。哎，再一次光速跑杀，你发波都来不及。我的天哪，这个老骨头都摔烂了呀！好，哎哎哎，来了，拉开距离推开。好，倒地机会，这下你跑不掉了吧，哥们儿？ 来吧，是一个龙江大饼，哎呦，舒服。一旦拉开距离，而且没气的话，就很被动了啊。有时候你想能量闪身，也不一定预判的准啊，人家快播慢播一起放啊。好，踢倒，来吧，抓一个受伤。好，再一次。 老爹没压中，抓了，哥们儿，哪里跑？再次刚倒，喂，没了，哎，对了，滚一下床单，再加一个味道，哎，完了，这一下没了，没了。 哎呦，漂亮！哎，什么鬼？这个时候居然不拉开距离继续发大饼，哎呀，可惜了哈、啊。好，我们再看最后一局啊，点个赞，接着看，养成好习惯。哎，一个背包。
嗯，别跳边，拉开距离，距离拉得很好啊，笨狗，又跟你卡着距离，我给你进一下拳脚，我就不乱跳，好，发一个波，来落地，好招，嗯，这波蓄力有预判了，依旧无法近身。 这波应该升龙了呀！空闲，好，我天哪！空闲反杀，我的妈妈！不好搞啊！绝境，绝境，要输了！哎，再一次跳开，跳低之后抓一个。 就不让你有很舒服的距离哈、啊，就让你卡的你很不舒服。这个打法非常好啊！再一次刚倒在地，啊，再一次光是跑杀拿下这一局，非常的 nice 哈、啊。好，关注秀秀可以走的哟。